粘锅用太久，妇女病就上升。妈妈，因为我家里全部几乎都是使用不粘锅，只要它的把手还在，我都会去使用它。常年使用，百年不换不粘锅。有研究发现说，哎，好像跟女性更年期的早晚有关。太危险了，最近更年期好像快到了。今天晚上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